游到一半，包包就不见，衣服也不见，我只有穿着泳衣而已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只有手机。你不能直接来载我，就旅费还没付完，我们大家的包包都一起被拿走啊。然后就想说，如果你下来的话，我们就可以顺便再多留几天。多留是什么邀约啊？不是啊，没有什么邀约。我跟你玩什么？我们讨论一些工作的事情，反正你来了就知道嘛。你干嘛想那么多？这个会出大事嘞！你这样说约去垦丁玩。哎呦，没关系。那我要怎么跟怎么跟范范姐说？你说你叫我、那个、出差，出差，而且没关系啦，船过水无痕，无痕，无痕。目视上哈、啊，你们就打电话，给这个男艺人，好，你要跟他邀约一件事，你要邀什么事？我邀请他去游泳好了。哎呦，跟你去游泳，游泳很健康。我身旁的人都知道我以前是国手、啊，游泳国手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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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扛拜一下，不要只是游泳。那还有一种 motel 里面是游泳，有那个很多。有，约到 motel 游泳。啊、你要你中，如果他没有办法答应的话，你要赶快讲，因为在那公共泳池我不太舒服，不喜欢。你说我还要讲，因为不舒服。我喜欢他，因为不是有私人空间了。我不舒服的原因是因为穿泳装游不好。对，所以是要裸泳。喜欢裸泳啊？是裸泳。是，对对，好不好？我跟男明星讲，我要裸泳，所以我 call out 给他。你约他一起，好吧 ？Apple 邀我的话。请他来救我，救你，救你被绑架吗？譬如说我在外面可能钱包掉了，然后没钱了，或者是没有车，请他来载我，那是比较简单的。没有，但是你的地方要放在垦丁，对，那么远，拉远一点。然后你一见面就，因为我在垦丁，我钱包掉。Apple 在垦丁落难，黑人会前往帮助，还是见死不救呢？波罗波罗，好。喂喂，黑哥，哎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公司这边呢、啊。怎么？我想请你帮忙。可以啊。你那什么声音呢、啊？没有，我遇到一点问题，就是我人在垦丁，我在垦丁。你在玩哦。对啊，跟朋友出去玩，然后垦丁，然后呢？我跟朋友出去玩，然后就是我们的钱包掉了，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里面是十几万还是怎样？声音听起来掉十几万了。不是，哦，不要闹。没有掉十几万，但我的就是钱包，所有钱吗？所有钱，然后包包啊、卡啊全部都不见，然后衣服也不见了。因为我游泳，游泳游到一半，包包就不见，衣服也不见，我只有穿着泳衣而已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只有手机。手机没有不见，钱包不见。没有，手机放在旁边，没跟包包放在一起呀、啊。哦。然后我不知道要怎么回台北，然后因为我饭店钱也还没付完。你在什么饭店？我直接找我南部的朋友帮你直接处理啊。我在优福饭店。那你在那边不用动啊，我叫我朋友直接去处理啊。你有朋友吗？而且很多人在看我，有一些吧。你不能直接来载我，载你，我过去，然后垦丁呢？会来很远吗？垦丁高铁要到高雄，再坐车也要2个小时，加3个小时。但是那个因为饭店的旅费，你是有发生什么事吗？就旅费还没付完，我们大家的包包都一起被拿走啊。然后就想说，如果你下来的话，我们就可以顺便再
多留几天。多留，因为我们大家其实还没玩完，哦、想玩对对，我想继续在这边玩。好啊，那我朋友 OK 啊，你几个人？然后，因为我想说，如果你来的话，我们其他朋友，因为有的他们大家都在想办法，然后我想说，我这边有先约到你，你可以如果一起过来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在这边玩一下，就我们两个。你跟你朋友？我跟你。我跟你玩什么？我要顾小孩的。没有玩什么？你这什么邀约啊？这。不是啊，没有什么邀约。我跟你玩什么？我们讨论一些工作的事情，反正你来了就知道嘛，你干嘛想那么多？哎，这个会出事情的，你这样说约去垦丁玩。哎呦，没关系。那我要怎么跟怎么跟范范姐说？你说你叫我、那个、出差？出差。而且没关系啦，船过水无痕。无痕，你这个，你不要这样子笑，我很认真的跟你讲哎。你朋友也在那，然后我找我南部的朋友，就帮你们，就给你们现金嘛，然后看你们要玩多久。我朋友应该还 OK 啊。我找你好，玩多久都可以吗？那你可以 OK 啊，你要多少钱呢？但我们这边需要，就是因为我们人还蛮多，可能需要个差不多十万。OK 啊。现金好了。现金 OK 啊。那小朋友啊，有没有验 DNA 啊？你说我的小朋友？哦，对啊，不一定，不一定是、那个、DNA， 还蛮像我的。好了，没有了，后面跟你说笑的了。那十万块我应该……你个王八蛋，你在这里开什么玩笑？没有，没有，刚才喝了一点酒，有点呛了。就是那我钱应该待会就会拿到了吧？我这林盖贼哦，哎，林盖贼，你把地址传给我。恒春南路六段。恒春南路还六段。对啊，179巷。恒春南路就这么点，还有六段。4862号之198。你是喝到什么东西啊？假酒吧，我想。没问题吧？